以你的姿色，应该到京城开一家，能赚很多的钱。我们不为了赚钱。不是为了赚钱，那是为了什么？我们呀，是为了。你倒是护着你妹。我承受这些，以后不要化作我的模样去接待他们了，好吗？不要。修炼成人形多不容易啊！人们总说，男人生来就是要心疼女人的。既然要学做人，那我的妹妹，至少也应该由我来守护吧。我和妹妹每一天都在祈求这一切结束，都在祈求这一切能得到救赎。哥哥，很怀念以前我们一起无忧无虑的生活。小倩，你看，雪总会停的，我们也总会得到自由的。你是人？是人。小生家道中落，这是我全部的家当，如若不嫌弃，壮士，你拿去喝杯酒吧。当我是劫匪？一场误会。有事？没事。这条道最近不太平。你既无武艺傍身，还是早点进城为好。告辞。谢谢大侠。真是个怪人。算了，不想了。还是早点进城，找个落脚的地方吧。站住！入夜不得进内城。大半夜的，别在城门口瞎溜达。官爷通融，小生乃进城准备参考的书生，路上耽误了些时日，不料竟到了晚上，还望官爷。去，一边去！你们当官的怎么还推人啊？其实俺也不是什么坏人，给你支个招吧。
出城外往东走，那儿有个兰若寺，啊，那儿啊，今晚就去那儿吧。谢谢官爷，谢谢官爷。哎，你怎的诓那个穷书生去兰若寺啊？那里可是有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是菩萨不同意吗？大侠，怎么又是你啊？我不是警告过你，让你早点进城，你怎么还在外面？我要是能进城，早就进城了。奈何囊中羞涩，我又需要地方温书，准备乡试，我才迫不得已借住兰若寺。壮士又是为何在此啊？哎，这里的僧人什么时候回来？关你什么事？哎，你这里早已没有什么和尚。你若真想住在这里，自己另寻一间房。这间是我的。哦，原来如此啊。那我就去别的地方收拾一间房子出来。对了，小人姓宁，名彩臣。请问阁下？燕赤霞。未来几天你我为邻，就请燕大侠多多关照。这个燕兄好像不太好相处。
真是天无绝人之路。谢谢菩萨，谢谢菩萨。这里其实也不错，清静，可以好好复习一下。看你这个穷酸样，还妄想跟我公子同窝？哼！你们这些狗眼看人低的混蛋，有钱很了不起吗？有钱是挺了不起的呀。你们真是欺人太甚！我还不屑与你们同屋呢，燕兄。哼，真有骨气，你还不屑？哟，原来这里有这么多人呢。这兰若寺果然名气很大。太好了，小生与兄台一见如故，不知可否与兄台同宿？没问题。哎，这位公子，你可要小心啊，跟这样的人在一起，你可别今儿少一个钱儿，明儿少几块砚台啊。你这狗仗人势的狗东西，都消停会儿，这空房间多的是，另寻一间就好了。哼，公子先回房休息一下吧。兄台好好休息一下，今天晚上可要消耗很多体力。走。这位兄台看来定是常常深夜苦读，佩服佩服。哎，燕兄，奇怪，什么时候来了这么多借宿的？读书就读书嘛，带什么内卷？你真有辱斯吗？公子，来嘛，来呀，进来呀，进来进来呀，进来喝一杯啊！笑得一点也不端庄，有辱斯。我才不要进来！你好啊。我怎么到这儿来了？这门分明上了锁了，真是见了鬼了。怎么，你也喜欢石花不成？不是，请问仁兄，我看你这儿挺热闹的，下边也没有位置了，我可以坐在这儿吗？想坐便坐吧。谢谢仁兄。公子，
尝尝我们新酿的酒。谢谢姑娘。公子慢用。这酒真好喝。不过咱们先说好，这酒是你请的，并非我要的。待会儿别让我给钱啊。自是不用你给钱，穷书生，还偏偏坐在我旁边，原来是来蹭酒喝。不是这样的，我见旁人皆有伴，唯公子与我皆无，所以我才冒昧打扰公子。哦，你的伴不就在那边？你是美啊，你也是。我们谁最美啊？你也是美人啊！来，讨厌，你又有了。哥，喝酒。有辱斯文。我还是待在这里与公子品酒吧。公子，再请我喝杯酒吧。你这个穷书生伪君子，那些女子费用皆不用你出，我都替你给了，快去快活吧。那我也不去，我这颗心是读圣贤书的，怎能被搅乱？那些有辱斯文的事我是绝对不会做的。还是请我喝杯酒吧。你这人还真有趣，满口的有辱斯文。活像个登徒子啊。小生别无爱好，唯书与酒。书藏天下，酒品人生。可助兴，亦可毒饮，各有滋味。而美人嘛，爱美之心人皆有之，我只是实话实说而已。你倒是坦诚，今夜席上这些女子任君挑选，你可带走一个为你暖床？红袖添香不正是你们这些读书人天天想的吗？公子还是不要开这样的玩笑，我都说了有辱斯文，而且这些庸脂俗粉我也看不上，带回去我也不会上心的。哼，你一个穷书生居然还这般挑剔，那你看怎样的女子才能入得了你？怪罪，小生今夜有此美酒便足矣。今天只有你不把我们当物品。我若是认真的，公子是否敢一试呢？哦，不敢试啊，那是不是不行？谁不行了？那公子便留在此地好好快活吧。
我去找我妹妹来。你，哎呦你，今天晚上都是我的。喝嘛喝嘛，来。啊，公子再喝一杯啊。无恙吧，公子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方才是小生猛浪了，也不知道怎的就差点就对不住姑娘了。夜已深，小生告辞。哎，公子别走啊，这里好酒美人的，当彻夜欢饮才是啊。小生明日还要温书，不便再夜饮了，还望姑娘见谅。啊，对了，姑娘可知，你哥哥去哪儿了？我哥哥，我在这里，找我哥哥干嘛？我只是在想，你哥哥久未归来，有些担心。既然对饮之人已离去，小生也就告辞了。哎，公子别走，既然公子决意要离开，小倩也不好阻拦。哥哥知公子囊中羞涩，特意嘱咐我赠与公子。无功不受禄，我不能要。公子，你就收下嘛！我不能要，我不能要，你收下嘛！姑娘，你就收下嘛！不能要。是你吗？你来找我们了。今日之事实在怪异，但愿只是黄粱一梦。严兄，什么事？难道昨晚的剑鸣声是燕兄发出的吗？宁兄弟，没什么事儿。不知燕兄昨晚有没有听到什么异响？燕某一夜安眠，未曾听到什么异响。哦，这样啊。吵死了，吵死了！大清早不能安静会儿。高兄，咱们一起温书吧。书呆子，你呢？还是自己去温书好了。你小爷我今天晚上可是有正事要办。我要进去睡觉了，别吵我。听见没？别吵吵。什么正经事儿？还不就是那档子事儿？庸俗。燕兄，那我去找王兄一同温书了。王兄，王兄，
看来是咱们瞎紧张了。王兄，王兄，死了，死了！这小孔能要人命吗？要命的不是这小孔，而是这锭金子。你就收下嘛！我不能要，我不能要，你收下嘛！姑娘，燕兄，我们报官吧。报官？世上怕是没有哪个官府敢受理这样的案子。我让你们早点进城，你们不听，现在可好，一人白白丢了性命。你也别怕，我出去查探一番，你待在东舍，不要出门。好，我听燕兄的。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，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。昨夜难道真的遇上了妖怪害人？可是那对兄妹不像是会害人的样子。不，我要去告诉燕兄。不行，如果不是他们的话，燕兄那把剑可是沾了血的呀。要是燕兄一个冲动把他们给杀了，那我岂不是罪孽深重？不行，昨天我找了半天才找到兰若寺这一个落脚的地方。如果我要搬出去，搬到哪里去啊？我根本没钱进城，这下连住的地方都没有，我还怎么参加乡试？我一定要参加乡试。对，一定要参加乡试。昨夜燕兄说他没有听到异响，可我明明听到剑鸣。难道说那些妖怪不敢招惹燕兄？那我不如就搬去跟燕兄一起住好了。对，燕兄，燕兄，燕兄，哎，燕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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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查的如何了？没有线索。不应该呀。燕兄何出此言啊？我追踪这群妖物已有段时间了，却始终没找到蛛丝马迹。果真是妖物所为。妖物害人本就寻常。那燕兄有何良策？我早说过让你们早点进城，城中人气旺盛，妖物不敢乱来。可小生实在没钱进城啊。那就打道回府。十年寒窗只为今朝，怎能放弃？不放弃又能如何？我见燕兄一身正气，神鬼莫侵，不如我跟燕兄共宿一屋吧。您看在小弟叫您一声兄长的份上，请暂护小弟周全。算了，既然你不愿走，那我就搬去你房中吧。谢谢燕兄。算了，既然你不愿走，那我就搬去你房住吧。谢谢燕兄，谢谢燕兄。哎，为什么搬去我房住啊？承蒙燕兄不弃，愿意跟小生挤在同一张榻上。我可不会和你同睡。我这睡那儿了，有事叫我。这怎么行呢？怎么能委屈燕兄？还是我去吧。习武之人有什么委屈不委屈的？就这么定了。
你去睡吧。好吧。那还真是巧了，我有一小妹，性格温婉害羞。你这穷书生若是见到她，肯定欢喜。可惜，还不知道她的名字。人儿，快过来！快过来！昨夜果然没有听见任何声音，不知是巧合，还是西舍的妖怪真的畏惧烟熊。烟熊怎么不在？烟熊，你回来了。嗯，昨晚睡得可好？初时心不静，怎么也睡不着，后来竟也迷迷糊糊的睡着了。只可惜那王生太倒霉了。提起王兄的遭遇，小生心中仍是惶然。多谢严兄再次帮我稳定心神。我什么都没做，你不必这样说。这兰若寺虽为佛寺，但其中妖物横行，你多加小心，在房中温书即可。若无必要，不要出门。多谢燕兄提醒，一直想问燕兄，燕兄，您是捉妖人吗？我是正清宫俗家弟子，除魔卫道是我辈本分。原来是正清宫的高人啊！失敬失敬，公子，公子，出事了，出事了！快随我去看看我家公子吧。啊！完了完了，我家老爷夫人一定会打死我的。这高兄是如何死的呀？姓高的和姓王的，一个好色，一个贪财，这么容易就着了妖物的道。妖物死了也是活该。妖物，妖物！你收下，你收下嘛，你就收下嘛。你来找我们了。不行，我不能就这样稀里糊涂地躲过去。我要去问问那对兄妹，是不是他们害死了高兄和王兄。
进去找到那两个人，问清楚就走，也不拿什么东西，应该如同内爷一般，什么事儿都不会有。来，就这么办。来，我在这儿呢。过来呀、啊，这儿呢。公子，公子，您终于来了，我们等您等了好久了。公子啊，你是来找倩郎吗？原来他叫倩郎啊，他在哪儿啊？公子，您来的不巧，倩郎今夜不在，你想见他可要等明夜了。那小生就告辞了。哎，公子，别走啊！公子，你就不进来看看吗？岂有此理！简直有辱斯文。你看看呀！是你，裘师长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我没事，我没事。你怕我？你怕我也对。只是这一回你要保护好你自己啊。你不用惺惺作态，你们这帮妖怪视人命为无物，你不用表现得好像很关心我一样。你不再相信我，我理解，只是我明明都把那个高展鹏的尸体给你送回来了，你为什么还要去西社？送回来为什么？因为我不相信你关心我。那王兄呢？他的事情又怎么回事？王生他是自己咎由自取，他本可不用丧命。算了，我不想你枉送性命。送你小倩你不要，小倩说送你金子你也不要，你还真是一个怪人。不过这样也好，这样你就免得落得他们那样的下场。我不愿意相信你们是害人性命的恶妖，所以才来找你们问清楚。我们只会害了你，为什么还是愿意相信我们？可是你没有害我之心啊。对了，我刚才去西社找你们，他们说你们在，让我明日再来。原来你是在这里特意等我的吗？他们让你明天来找我。别来，千万别来。我现在见到你，已经问清楚我想问的，我当然不会去了。你为何反应这么大？啊，没什么，只是，你不要来就好，保护好你自己。不对，你这样的反应，难道说他们明日要用什么手段针对我？还是燕兄？还是你们兄妹？哎，你跟我说说，说不定我能帮助你们。我都跟你说了，没什么，我只是不想你去牺牲而已。不对，你的反应不对，这里面肯定有什么门道。如果你不告诉我，我就亲自去，让他们来告诉我。你放开我，穷书生，好啊，还长记性了。你居然知道用自己来威胁我！我让你去西社，你敢进去吗？我敢不敢不要紧，关键是，你敢不敢让我再进去？倩郎，你就告诉我，他们到底是要准备做什么呀？要是关于我的，我好赶快打包行李走人啊！那若是关于那个剑客，或是我们，若是关于燕兄的，燕兄护过我的安危，我虽然是个弱书生，但也绝不会置恩于不顾。若是关于你们，我看出来你们没有害人之心，你们愿意跟我走吗？曾经也有人跟我说过同样的话，结果他去死了，所以我们不会跟你走的。妖物受死！燕兄住手！他不是害人性命的妖怪。你这个书呆子，被妖物所惑还不自知。他要是想动手，他早就动手了。
我在兰若寺待这么久，就是想见见你这个妖女。见我干什么？上回没见着我，没收了我，还有遗憾啊？我也不知道，我只是想着待在这里总有再见你的时候，或者再见你的时候。爸，姥姥出关了，快走。我的小姥姥是你的长辈吗？你怎么那么多问题啊？只要记住，你见到姥姥一定要跑得远远的。这边。雪狼，光海之前，你不要我的妹妹。妹妹，你妹妹，快走。雪狼，你的妹妹好可怜。妖怪，别装模作样的，有本事出来与我一战。道长，姥姥的实力要强于你，我们还是暂避锋芒，再度后撤吧。你所为是真？那是当然，不然为何妖穴近在咫尺，你穴位和察觉不到吗？说得对，你们快跟我走，走，走。此山洞是我无意中发现的，它正好处于避风处。姥姥，她是屏风找人的，藏在这里，她不会找到。你确定？道长，你若还是不信我，请道长卜算一卦前世。没想到你们之间居然还有这样的前缘。既然前世你愿意为他收敛骸骨，我相信这事也不会害他。多谢道长。你们在打什么哑谜啊？穷书生，你怎么无论什么时候都这么多问题啊？因为这一串事情都太过匪夷所思了呀。等躲过这一劫，我再为你解释，好不好？臭道士，你是要收我吗？什么？见到姥姥，害怕的不敢现身吗？快掩住鼻息，免得姥姥发现有生人气息。都走了，现在你该给我说说这个老妖了。对对，姥姥啊。姥姥，她本是山中的一只老虎精，因为吃了一个得道高僧，将她的庞大佛力转化成了自己的妖力，因此她成为了这一方最强的妖怪。带有佛力的壮年男子就是增长她妖力的最好补品，所以她想尽一切办法占了曾经香火最盛的兰若寺。他奴役我们这些小妖，来为他勾引来到寺中的男子，吸取那些男子的阳气，从而壮大自己。我和妹妹本是山中的双生狐妖，却被他胁迫到寺中为他勾引男人。你之前所说这个老妖的实力强于我，却又惧怕我的剑法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姥姥的实力本来就要强于你，所以她能蒙蔽你的五感，让你察觉不到妖穴的一举一动，所以他们都能够察觉到妖穴的艳隐之声，而你却察觉不到。但是你的剑法又出自正清宫，是正清宫中也是天下第一的镇妖剑法，而宝剑又是正清宫中千锤百炼的珍品，锐气无比。你的剑法又纯熟精湛，姥姥她作恶太多，连她都不敢正面偃旗锋芒，
原来如此。我早就不愿意为姥姥做事，而她却一直用妹妹牵制于我，让我不得离开兰若寺。我这回跑出来，不知道她又要受多少苦。你竟然不知道吗？知道什么？你还是不知道为好。你解了燕兄的疑惑，现在该解我的了吧？我们到底是什么关系？我不知如何向你开口，就将这段记忆与你分享吧。你我之间是这样的关系。前世，你是兰若寺主持的关门弟子，是众弟子中佛性最高的一个。都传说你是菩萨降世，实际上你是百世难遇的灵童，通透灵境，是最有佛缘的人，也是最有灵气的法器。有你加持，兰若寺就固若金汤，没有妖物能进入。姥姥那时看上兰若寺凝聚的佛气，想将它占为己有，所以就挟持了我妹妹，好破了兰若寺的防御。那时我也没有法子，只能每天缠着你，你经常都不理会我。只是当我说到寺外的人间俗事时，你会突然不停地问我问题。我有时被你问得烦了，就躲到一边喝酒。你看看，你一靠近，就把酒泼到你身上。但是，你从来不会因此生气。趁此机会一举进攻，将寺中僧人全部杀死，准备用他们的尸体炼一颗丹药。别去！我悄悄把你的骸骨埋在东市那间房下了。大概因为你是灵童之身，死后仍有灵气，所以从此后没有妖物能进你的房间。这就是我们之间的故事。你也是被迫才做这样的事，我想你也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。兰若寺的众僧看来命中就该有此劫吧。我不恨你。谢谢你，才臣。喂，叙旧完了没有？啊，是不是该说点正事儿了？对，说正事儿，说正事儿。姥姥她作恶多端，你的剑对她而言是克星，一碰即亡，所以我们只需要引诱她和你正面一战。说得简单，那你为何方才让我避开她？那是因为姥姥她刚刚吸收了王生和高展鹏两个人的阳气，正是功力最强之时，而你的龙渊宝剑对他的克制威力会减弱，所以我才让你避开他的。但明天十五，月圆之夜，阴气最盛，就是龙渊宝剑对他的克制最强之时，那要怎么接近他呢？让我来当诱饵吧。不行，不行。哎，姥姥是想要有佛气的壮年男子，我又是灵童转世，他肯定会不顾一切的来抢夺我。说起来，前几天他没动手，是因为还没有到十五吗？正是。
只有十五才是由阳转阴的最好时机。那明天他是势在必得了，所以让我去当诱饵再合适不过了。燕兄你说是不是？不行，我不能让你去冒险。倩兰，你别怕，姥姥会避开燕兄，而你是妖，不能碰龙渊。只有我有机会能近他的身。你说过姥姥身见即亡，我只要刺他一剑不会有什么危险的。我知道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，缺钱恋色贪功名，但我也有自己的坚持与担当。燕兄可否借龙渊一用？姥姥。倩儿，我的乖孩子，你还是把小和尚带回来。姥姥，他不是小和尚。都一样，都一样。姥姥知道还是倩兰最听话，你快去后殿找你妹妹吧，她特别想你。多谢姥姥。我怎么接近她呢？小倩，你怎么样？姥姥她没有为难你吧？哥哥，你别管我，快去救宁采臣啊！他是难得的好人。小倩，你怎知他此刻有危险？你快去救他吧！你不是想让我嫁给他吗？要是他死了，我就守寡了。哥哥也想去救他，可哥哥也要守护你啊！你被姥姥封在了这面镜子当中。哥哥，我真的很开心。人们总说，男人生来就是要心疼女人的。既然要学做人，那我的妹妹至少也应该由我来守护吧。急急如律令。
说这头戴对你们这些做道士的很重要啊。什么夷陵老祖，什么传说，莫名其妙。你这狐妖怎么不怕我，还有闲心吃花？我不吃花难道吃人啊？我才不吃人呢、花呀可比人干净多了。你这句话倒有点道理。哼，今天我就暂且放了你，下次若是见你害人，我这把剑定不会放过你。那我就为你吹奏一曲作为谢礼吧。桂花香如梦，浅浅的笑容你不懂，花开花落为谁情浓，辗转的时空月的行踪你不懂，是谁让我变了初衷，不该相爱在那天，难改尘世的变迁。倩郎，你今后有何打算？我不知道，世人都说人妖殊途，妖物害人。你有害过我吗？以后会害我吗？当然不会。等以后我高中有了今天，还能经常给你买鸡翅。可是我就是一个俗人，缺钱恋色贪功名，你会嫌弃我吗？不嫌弃。我准备将妹妹的魂魄送去昆仑虚。去干嘛？待有朝一日再取神器重聚狐魂。好，我陪你去。此话当真？当真。无法回到从前，泪光终究变淡，而你的心在滴血，所以选择情。